白云真够恶心的，就是他已经看到“禁广告”三个字了啊，然后他就突然间抢一个说：“哎，外卖按。”然后呢，他好像要讲话，他以为我会制止他说禁广告，我不会，你讲啊。哎，阿鲁前面你放狗，他放前面以后，他把它折成这样子，他会有个弧度嘛，他就这样。啊，外公，哎，他那个眼睛可以瞄到，他就会瞄到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通常他就会把他安排坐在我旁边，他坐旁边就死了。因为郭哥又在旁边，他只要一讲话一闪神，头一过去，我就把你拿掉。然后他一回来说，可是他真的是处变不惊。那模仿这么多年哦，你们私底下最喜欢模仿谁？我们曾经有讨论过，就是说模仿对方模仿过的角色来录一集。有啊，我们之前就是乾坤大挪移，乾坤大挪移，大挪移。我演习主席，他演徐熙娘，然后他演。其实我蛮喜欢演他的那个哪一个？那个徐主席。啊，徐熙娘嘛。我最喜欢演他那个徐主席，因为我的脸型不像，哎，可是我喜欢他的那个角色，因为那个。我想啊，我们啊，民进党啊，一定要。他走出去了，对对对，我喜欢他那个 tempo， 对那个节奏，那个节奏，我喜欢他这个东西。所以说自己的话就还好，因为有些时候看别人演的时候，我会想，哎，想去过那个瘾。那你们会这样？据我们可靠消息来源，你们有人很喜欢模仿郑敬怡。哦，郑敬怡我也蛮喜欢，我蛮喜欢模仿郑敬怡。每次虫虫只要。那个 tempo 出来，我也喜欢。对，因为他那个真的太贱了，那个贱。他那个随便都可以讲。对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。天才，我起来了。哎，今天只有谁最好笑？只有哥的最好笑了。哎呀，今天是最好一集票。哎，那哥的锦星天录节目了。这波 OK 了，抢婚奶奶那个地方了，所以他的 tempo 可以很。我一收视率就管了啦，超过了我的四分之一而已。他可以随便乱讲乱讲，很生活的乱哈啦。对，他可以乱哈啦，而且他那个角色又是个大哥，是，对对对。他们而且他可以直接批评人，很爽。那个角色我们很喜欢，我们每个都喜欢这个角色。那你们会就是大家联合就是整人吗？我会弄他，就哦，碰到他什么先弄他，或者见白云给他死。哦，白云是出白云出是自然的。白云我跟你讲，弄不过啊。他那个稿纸哈，他把它放前面的。哦。我们一般都把它拿掉了。他放前面以后，他把它折成这样子，他会有个弧度嘛。他就这样，啊，外公，哎，他那个眼睛可以瞄到，他就会瞄到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通常他就会把他安排坐在我旁边，他坐旁边就死了，因为郭哥又在旁边，他只要一讲话一闪神，头一过去，我就把你拿掉，然后他一回来说，可是他真的是处变不惊，啊，就是安尼啦，嘿哦。你讲了。然后他以为我们这样就算了，然后我就会制止你们先不要讲，继续再讲。然后他说，他就垮在那边。他说，啊，不会讲啊啦，就这样。然后回来，等到下了就是那段休息的时候，他，哦，林奇的，哇，真的是，他就会指责我们一下。OK。最常整的就是他了。不过我是觉得你们这个录影蛮快乐的，快乐快乐。可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第一次去录影的人，压力应该很大。哇塞，我这是开了一次口就整集再也没有开口。有吗？你我觉得是 OK 啊 ，OK 啊，我觉得还好。你那天录我们陈志宏大哥在吗？那时候是小新。那时候还是小新，小新是这样，蛮多年前的，差三年多前，对，三年多前。所以呢，你讲了什么呢？啊，你是演哪个角色？唐江龙嘛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你是。然后那天郑思成有来，哦，那时候还有记者，还有记者，真的记者。没有，我记得你演过陈道明一集，那个是 SBC 连线的 ，VCR 的。哎，我觉得很正点啊，可以啦，有没有？可是那天，譬如说你讲了一句话，没有再开口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，到节目一直结束，这中间你知不知道你不用再开口？然后时间到了你才知道。对对，哎，那个我问你一下，你中间有没有尝试说很想要？没有，从来没有吗？我以为是，如果说要我开口的话，要开口，那个郭哥会闪影，对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在等，
对，我想说，反正就看你。当然是等到说明天同一时间，明天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全民大闷锅》。你自己没有曾经想突破防线讲一下吗？没有哎，太紧张了，而且不知道要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 ？OK OK。其实你讲什么？对啊，我们工作人员讲说在这里也是。对啊，有时候我跟孙博在讲话，你没有试图突破吗？有。你们太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破坏这个节奏。糟了，我们哥在旁边笑。我们有录过一集，我们讲，他一直没声音的，真。哎，那看我这波直接勒脖子，快快拜观音，他今天就没事。通常台哥就会当那个纠察，他就说你今天买门票了没？啊，这句就是这个意思。对对对对，那你们有没有时候会突然接不下去，然后进广告？有没有这种情绪？没有吧，不可能吧？没有，大家会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有过怎么样的？对，那白云真够恶心的，就是他已经看到“进广告”三个字了哈。对，然后他就突然间抢一个说：“哎，外面按。”然后呢，他好像要讲话，他以为我会制止他说进广告。我不会，你讲啊。哎，阿姆是不是你帮狗？他不会讲啊。预知后果了。傻在那边的，你知道？有两次被我打枪。你讲，啊，不爱讲啊。哎，那他这个不爱讲，这个口头禅很好用哎，他很好用。他一不爱讲就可以跳开嘛。不爱讲，他跑掉了。他跑掉。他跑掉，没人找到他。那你们有没有设计自己的口头禅可以翘头的？讲不下去，我们翘不走，真翘不走，不可能啊，翘不了。对，辉哥或是郭哥，像有时候郭哥他讲一个主题，讲，那我们有就是会丢给辉哥来救火。哦。就这个人快垮了，就球衣丢，球衣马上就要跳出来，你讲一段，先要讲一段，就这样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先杀再讲，都是等于说前面有个定场诗了，就先拉了一下，然后再往内容去讲。那洪都拉斯在你那边表现的怎么样？也不错，不错，真的吗？因为他在我们这边很爱讲话。哇塞，我不知道他在你喝了香槟，没有，我不知道在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事，你知道？到我们这边一开始，我还没叫来宾，他已经开始，不是，我就开始讲了，你知道？哇，非常兴奋。那是躁郁症，都是酒孔传染给他的。而且他每次来很造型哦，真的，很造型，每次都是哇。我跟你讲，他又有造型，很帅气，对不对？然后话又多，一直抢，对不对？对，肯定就是躁郁症。现在看病，他跟那个酒孔都一样，同一个医生李光辉嘛。